兄弟们，蛋仔公寓的联动总算是上线了啊！不过我怎么感觉这个联动的头饰咋看上去怪怪的呀？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回除了公寓的联动以外，我们的蛋仔岛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小伙伴。说白了，刚以为你觉得有点虚，干完我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口口声声说着不，到头来我为下赛季盲盒攒下的彩虹币，不还是被你一吸一个不吱声的吸走了？你是一点都不含糊啊！来吧，前三发老规矩，都是四个彩虹片，只要能中，我们就绝对不亏。啊，对对对！好好好，就你刚一会玩是吧？我就没有特权了吗？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OK 啊，家人们，咱们财神呢拜也拜了，香火烧也烧了，这回你刚毅该说不过去了吧我真的是操，最后一发，这一发肯定出刚毅，你说说你一天天咋就喜欢保底呢？我又不喜欢你这样擅自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简直是太自私了。最后一发，你看我像开心吗？看见了没？没有保底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就是刚毅的亲儿子。哦，小杂种，你的小杂种。